接下来是一个问我的答案之书、哦、我上次也有发好像是一个你目前最关心的问题，我翻开它。经过一季的录制，我在风格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？有点紧张哎。答案之书赐予我力量吧。列出理由。列出理由是什么？就是凭什么？凭什么觉得我很重要是吧？列出理由，不需要什么理由啊，我已经用我的青春给予你了足够的理由，还需要什么理由？还有想问你，我们最怎么样？我最后问一个，这个还蛮好玩的。我们最后的赢家会不会大爆特爆？本夜前第三个答案，这个应该是跟你们说吧，你们这些媒体啊，必须现在就行动，行动起来。那可能很难，但是值得。嗯，都是好的这三个答案。哦，第三个答案，第三个啊、哦，你必须现在就行动，那就证明我们行动起来就会付出有回报。嗯。